下，今天的口袋怎么回事？Hello，你今天愁死了。这个相机怎么又弱化了呀？不想直播了。Hello，我感觉是不是降维打击了？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这什么鬼啊？怎么说多了几个 K 歌的选项，就是可以变声，然后还可以你们给我点歌唱，然后我还变丑了。Hello，我在变丑啊！我被降维打击了，谢谢派的花花，我被降维打击了，救命！就是怎么个降维法？就是怎么说呢？有点像是回到了索尼的画质，没有不好看，就没有那种很惊艳的感觉。这不是那种惊艳的感觉。整个人膨胀了一样。对，什么 K 歌？叔叔是谁呀？叔叔是谁呀？这是索尼画质，我索尼自拍的画质是什么画质？你们懂的。的镜头，怎么就叫他叔叔了？就索尼硬件是好的，但它软件拉得一塌糊涂，对吧？就怎么说呢？我感觉我今天降维打击了，变丑了，不想不行，我看看，瘦个脸，瘦个脸有效果吗？没感觉没动，Hello，好久不见了。他没动，我怀疑那个美颜系统全部失效，现在是原相机。等一下，我模糊一下。原相机画质，那我就给它模糊一点吧，再模糊一下。哎呦，摘了，摘了，摘了。好丑啊！救命啊！对呀，不然呢？什么怪怪的呀？点歌图标，我有反应哎，就是。我有反应哎，现在还没有人点歌。Hello，晚上好，我今天是长胖版的。等一下，我涂点，多涂一点修容。哼，什么鬼今天？我的修容，我椅子难受。谢谢夏季蔚蓝的花花。胖，没有之前好看了。早知道我不更新口袋了，上了他的当。
下巴短一点。这个东西低一点。就感觉今天不御姐了。好臭，好臭！觉得看起来怪怪的，我就很难受，搞得我就是，如果我觉得我长得不好看，那我一天都会不开心的。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脸崩了，那我可能一整场直播都会搞脸。还好吗？挺好看的，不可以停留在。就是乱糟糟的地步。别3年前呀，那肯定那就是丑的。我知道要露露了。就我以前造型做坏了，就是我都不敢说，就只有顶着坏了的造型，然后自己在那边鼓捣，然后鼓捣越来越糟糕，就不敢说，因为觉得姐姐辛辛苦苦做的，你跟她说不好看，然后或者她做的不按你的不按照你心里的想法走，那说出来她可能会很伤心，就不会说，那导致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造型。对啊，就苦的是我自己，所以就反正目前还是搞简单点的造型吧，对吧？就除非遇到可以懂你心思的那种造型师，不然有的造型师太划水，然后你也不能，你说跟他说怎么改，他也改不了，就哎呀。谢谢，想见你似的秋天的奶茶。新东方吗？为什么不去蓝翔？太丑，卡卡的你就重新进呀。你说了也不会不卡呀。不行，我的脸是我最宝贵的东西。我的脸是很优越的，所以会焦虑。烫头怎么烫头？我们都有2个眼睛，像是很正常的。我跟你说，不要老是说谁谁谁像谁谁谁。都是美女，都是一样的，2个眼睛，1个鼻子，1个嘴巴。我给你们看我的新买的，我新买的这个超看型，超棒，就是看它有点泛黄，就是因为它是2000年产的东西，我想搞点什么东西。比武林点歌券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这点歌券是用来干嘛？这是2000年生产 Made in China 的一个
玩具，然后我终于得到它了啊！但它有点泛黄，我想用什么东西，用双氧乳给它擦掉。是用 B50 的投票券点歌的吗？然后点了我要现在唱吗？哇！调一下光。噔噔噔噔噔，给你们看它是怎么用的。这是我童年时，也不是童年，这是我上初中时最想要的。什么东西飞出去了？啊！还要选成员啊啊！这样子吗？那你可以先选一张我的，就是随便选一个给我选个 solo 算。就哇，你们看这个是我最想要的，我刚刚啊！鼓捣了半天，竟然鼓一个人唱个屁啊！没念咒语，对，然后就是，然后我刚刚鼓捣半天，因为那个螺丝拧不开它，然后我就买了两次外卖，都没就是拧开，就不对，第二次终于拧开了。哎，啊，没啊。啊，对，这是小魔女哆瑞咪的，小魔女哆瑞咪的。这种印象吗？超开心，超开心，超开心！想要了好久。啊，谢谢子琪的花花。我们的童年真是，对这个旋转，就这两种音响，算了，2000年的玩具能有什么？太厉害了！这是那个皇家使者，是什么？皇家使者的那个波龙魔法波龙，就是离远一点。那有什么？他怎么念咒语的？噼里卡噼里啦啦，波波丽娜贝贝的洞。还有什么？开心，好开心，很快乐。下次如果唱 cosplay 这首歌，我就带这首歌。算了，不带了，不带这个。对，还没有把它上面的脏的去掉，先这样吧。很开心，很开心。谢谢随遇非凡的荧光棒。对啊，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在干嘛？在研究那个吗？谢谢夏季蔚蓝的荧光棒。啊，自己随便唱这样子。没有啊，他说有一个停止 K 歌模式，还有一个伴奏模式，还有什么音效，就是立体声混响，然后耳返，还有屏蔽歌词，然后还有音量歌单，有很多很多这样子。对，他这个动漫好像就是98年的，嘿嘿嘿，我等我开始关注他已经完结好久好久好久。哦，这样子，好没意思，是吗？是吗？算了，能收到就不错。哦，点歌系统。代码瞧不起我们90后，我给你们看，我今天
要那个直播给你们做的。哎，在哪里？在这里给你们看哈，就是直播做冰淇淋，简单简单。哎，谁嫌你老？我900岁，让他出来说话。啊！这是我新买的，然后做好了之后。啊，可以下次带给你们。它是一个，那是什么？什么是直视电玩？什么呀？什么意思？不是坏，它是有点像是手机壳一样的东西。它可以就是放在你倒在你手机壳上啊，然后也可以就是单纯的作为一个挂坠挂件，对，就是戴在身上。可以做个冰激凌先给你们看看。对不起，我凝固了。这只口开太小了吗？我也想去女仆店。好厉害，好厉害！看，啊！嗯，怎么样？那，嗯，怎么样？不错吧？放在哪里？固定一下，放桌上吧。对，看看，放桌上。啦啦啦，这个是巨什么巨乙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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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甜品站会亏的，没关系，不是我投资的。亏就亏，爱亏不亏。这个太丑了，把它一会儿倒回去，打回炉，再来一次。啊，那然我没怎么听过耶。啦啦啦，你自己去闻一闻嘛，你买一下。试用装去闻一闻啊。嗯，对，化学制品。啊，哎，算了，我不倒回去了。妈妈呀，救我。嗯，TF 的苦桃感觉还不错，但那个不是女香吗？它是适合女生用的呀，我记得。噔噔噔噔噔！哇，这个好看，这个好看啊！这个是这样用的。可以去实体店买啊，干嘛要在网购啊？兰蔻的安瓶好用吧？啊！不要打！
握手会都会喷香水吗？是吧？Candle的那个，我和我的女伴都很喜欢，很不错，推荐给大家。不管男女都可以用。这个是像啊，像是果冻一样的，看它大概这个样子。哦，这个好好看。哎，滑出来了！当当当当当当！我想想，还可以做什么？哇，这个太完美了！有没有？弄两个颜色的，我现在只找到了一个喷嘴，我再找找。对，这个可以放哪里固定？一会儿要倒出来了的。地方放了，好，换一包，换一包。手脏脏的，我试着用两个颜色哈。我刚刚都打算在 iPhone 上下载一个口袋四八了，后来一看安卓的可以直播了，马上把 iPhone 的删掉了。冰淇淋，谢谢想见你似的荧光棒。哇，薄荷味的，我教你们薄荷的日文怎么说，叫 mint， 就是敏特，就是 mint， 就是就是 mint， 薄荷的日文叫 mint。 怎么又买 iPhone 了？土啊！全倒在我桌子上了，再见。对， mint 的日文是薄荷。对，是片假名。你好懂啊，就是那叫什么，一般来说用在口味上面，比如说你想吃什么样的，你在吃什么口味的冰激凌，然后就会说 mint 味。对，就会这么说。还有谢谢想见你似的奶茶。我的裤子不能要了，我的裤子啊，我的裤子不能要了。哎呀，我的地板也不能要了，再见。我不是土拨鼠，我最讨厌，不是最讨厌，救命啊，怎么会这样子。再见了，裤子。啊，看我这是啊，还没凝固。
是我们的。我没东西吃可以吃了。不要掉下来。我现在桌上一片狼藉，甜甜。扫地机器人是最没用的，天哪，救命啊！我以前也买过扫地机器人，然后在生活中心用，然后那只机器人就在打扫我床底，然后呢，我家兔子就一直追着那只机器人，它觉得它侵犯了它的领地，然后就很凶，然后还踩到它上面，还去咬它，就一直扑着它，然后还把它那叫什么充电的那根线给咬断了，就把它那个座位上那个线咬断了。后来再就是这么持续了半年，我把那个机器人送回家了，因为我发现我们中心没有多少的地可以给它打扫，就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就是所以把它送回家了。然后呢，现在就是它现在在一个角落里安安静静的躺着，然后君君呢就是非常开心，不用看到它，不用和它就是做斗争，因为真的很好笑，一只兔子追着一个扫地机器人，然后他们在就是他会打扫床底下嘛，对不对？他会打扫床底下，然后他那只兔子就踩在上面，不停的咬他。什么叫人都你太过分？哪有，我房间可宽敞了，怎么可以考究呢？对，清理扫地机器人很麻烦，主要是头发太多，地上都是头发，他扫一圈下来，然后就都是头发。就反正君君感觉蛮喜欢那个机器人的，嘻嘻嘻。我看出来他满脸的喜爱，给你们看看我今天下午画的那感觉，哎呦，你们把电脑，你们把屏幕倒过来看，横过来看。羊毛衫推荐那个，那什么偷什么那叫什么托米什么不那叫什么那个，什么是不是不是那叫什么对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托尼布鲁那什么 BROWNE 那个牌子的衣服，感觉蛮有质感的，之前。总裁的时候有看到其他成员穿，觉得还蛮好看的，但是还蛮贵的。什么脱发危机？谁脱发了？我觉得我最近头发多了呀，你看，对吧？都看不到。什么呀？不是我老爸穿，我老爸穿的没那么厉害。那个是那个什么，那个是 那个是 BROWNE， 那个是算是一个轻奢的品牌了。对，对，就是简称就是 TP， 是吗？对，四条杠，对，四条杠。对，四条杠，因为我曾经在一个博主下面，他们就是说，就是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会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就是一般大家，他问大家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就哎呀，叭叭叭叭叭，然后就有人说穿这是这个牌子的衣服，然后四条杠，对对对，四条杠，就很酷的一个衣服感觉。但是很贵，而且市面上假货也蛮多的，就是一感觉一不小心就能买到假货的感觉。但确实就很有那种味道，怎么说呢？不说了。你这眼泪真珍贵，太珍贵了。应该要拿一个那叫什么，拿起香奈儿的餐巾纸擦了擦眼泪。卡住了吗？真的吗？
怎么会这样子？蓝之谜土腿，你是，那是真的厉，有点厉害。但是我确实有看到有人把海蓝之谜到处乱放的，哎，我还真的看到过，然后也没有人认领。哎，看看，有什么品牌呢？可以去老佛爷商场去看看啊。我记得好像国内有一个老佛爷商场，虽然我没去过，但是有关注到过。谁叫我阿姨啊？连卡佛啊，好像是，我记不太得，卖弄失败。你好懂呀。如果这个牌子不行的话，可以去那个看那个 ACNE 这个牌子也还可以吧，都是比较小众点，就是跟那种常见的大家那种常规见到的那种品牌不太一样。就比如说 Spread， 你看我脸上面那个人啊，嗯。因为我发现像 Spring 这种它可能做工太糟糕了，就不太推荐这些潮牌。还有说不定那些品牌的就是生产厂商都是同一家工厂的，没什么的，就是都同一家工厂，就是不一样。对，你要知道有很多就工厂它其实是技术特别厉害的，但是它没有那个牌子，所以就是一些品牌入驻了那些工厂，它去工厂挑，比如说一些国内的就是国货化妆品品牌，它会挑化妆品工厂他们的一些成品化妆成品眼影啊或者护肤的东西，然后说你帮我再添加一点什么东西，然后哎他们的产品就出来了，就用的都是他们的配方，工厂生产的配方，所以你可能看来看去发现国货的东西怎么就大同小异，我感觉又很像，它其实就是差不多一个工厂出来的，差不多。然后服装也差不多是这样吧，主要是有很多服装它都是国外秀场出来的服装，然后就出来了之后呢，就是一些工厂就开始就是仿造它，然后叭叭叭叭叭，然后一些快时尚工厂它快的话一个礼拜就可以出货，可以在市面上买到它了，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就会有很多相似的款型。这个就选择自己适合的就好，不用特别去追求那种高级定制几十万一件的那种，这个没有必要，就是选择自己就是适合想要的就好。对，很多产品都是套娃。好的产品呢，它会帮你找一个好一点的工厂，比如说国内就是世界第一的代工厂，就是叫那个银特利，对，叫银特利。然后还有那个也是排名很前面的科斯美诗，但是可能他需要一点门槛才能去找他，反正银特利是在网上没有那种加盟方式，你要是有品牌的联系方式才能去，科斯美诗的话就可以直接去他们那边拿货什么的，就还好吧。你跟我说这种话题大家都没话说了。就特别深奥，因为之前就是去年
去年就有段时间挺闲的，然后就了解了很多代工厂，然后包括国内的一些比较厉害的化妆品厂，就有了解到一点。所以很多服装品牌我可能没有买过，但是我知道它是什么了。怎么感觉它质感怎么样？这牌子我感觉除了去专柜买的话，其他地方找代购就经常有可能会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那种。很不靠谱，主要是它太火了，就我吃的是饼，我吃的是大饼。对，这个牌子我觉得它假货的量其实就可以跟那种什么香奈儿、GUCCI 啊什么的，就是可以跟这些产，就是这些品牌的一些包包的仿造品比他们可能还要多，因为它可能款式简单，然后就是。然后对，就有很多那个，这次就是小上海特产小林煎饼，特别香，很好吃。三条羹。其实如果你们想买就是比较有个性一点的衣服呢，比较推荐大家去设计师品牌店，就是叫什么设计师品牌买手店。对，就是他们会买一些比较小众的设计师品牌，像我之前有买过那什么吊带啊什么的，它虽然只是普通吊带，但也是设计师品牌的，就小众但是就是很好看。你看的是默默不是在减肥吗？赛百味是热狗吗？震惊！还有这功效，我觉得如果你不吃这个赛百味，你可能能瘦个10斤，但是因为你吃了，所以你只瘦了5斤，打击你一下，我好像想打击别人哦。不要哭，不要哭。然后我发现我用了那个护发素之后，头发真的变好了。虽然那个牌子的护发素特别贵啊。这样子，现在疫情好严重，我经常看到微博他推送，就是又查出来多少多少多少。还好我只是在中心，我哪都不去，好可怕！你们都要注意一点，对，加油坚持，还有几个月。不是卡诗，是 Olaplex， 是 O L A P L E X。对，这个牌子它我用的是 No.3 护发素，非常非常好用，我用了2次，感觉效果特别棒。我甚至觉得我现在头发又可以每天都染了。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不会每天染。
我觉得我心里挺安全的。我觉得我的脑子里更安全，什么都没有。那你可以用那个，你可以拿那个叫什么软化头发的软化剂，我之前也去软化了一下，那就变软乎乎了。前 CP 是什么呀？Hello， 晚上好。有没有觉得今天我变丑了？我觉得我今天降维打击了，好伤心，好伤心，好伤心，降维打击了。加班了，那么晚还加班，辛苦了。剪短吗？那你留长我看看呀。没有实验性的妆容，就是可能就是我换手机了，换成索尼手机了。你们给大家看啊，拿到了，还大家看，送你月饼，我给你唱可以吗？哦，给你们个我新买的地毯，好看吗？好看吗？五颜六色的，好看吗？佛光普照。怎么不说话？看你们对这个没有任何想法，帅帅。给你，我要下注。嗯。噗哩哩噗哩，啦哩啦哩啵噗，好羞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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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动漫可能真的没什么人看过。三五星。这套动漫的衣服也好好看，我想等我有钱了，我要搞一套这个，我要定做一套这个动漫的 cosplay 的衣服，对，然后就再配上这个，哇，魔女下凡，棒！我们在跨服聊天吗？对哦，我确实没 cos 过，就。确实没怎么 cos 过，当当当，看看，啊！我的冰激凌怎么样？给你推荐穿啥？好的，我想一想。没有水的，
现在到我来给你们推荐穿搭了吗？没有，我在想有什么品牌，我在脑海中我在想有什么品牌。那个 Massimo Dutti Massimo Dutti 看看还有什么。噔噔噔，我以前在商场里看到一些品牌会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如果你们想要比较有个性一点的，这里有一家店，那叫什么，在久光，好像是久光百货那边有一家 La Ruta de Via， 它是好像是个法文名字，就是 La Ruta de Via， 还是个法文名字。对，然后还有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品牌？我看到我好多账号密码。Any shop style， 还有什么 ？Finger cross， Crocs， 就个人的话，比较推荐的品牌，现在就经常可以在商场中可以看到的，就比如说有 Massimo Dutti。但是比较建议年终大促的时候去买。因为它还有个员工卡买的话会有折扣，就是这个样子。你们还在吗？AMI 啊，这牌子有听过。等你瘦下来了，我给你推荐 Sandro， 就是 Sandro， 这么读的吗？我不太清楚，就是这牌子的毛衣穿着很好看。很有感觉，穿着很好看，加油减肥。然后还有一个叫 UT 的牌子，就是但这牌子我只记得它有一个季度是好看的，其他季度都很打扰，就那个季度它有很多白衬衫还有白西装，就是我当时在商场里看的，我就是多看了几眼，甚至想去试一试，就是蛮好看的。其他季度的我看了一下，就有点拉，就不是特别好，就是很拉垮。他那个英文名，那个拉菲姆的贸易公司的英文名配中文名好像就叫拉胯时尚，拉胯集团。救命！就是。这个服装品牌真会取名字，拉胯集团，救命。然后就还有很多品牌，它其实
什么松散机车。嗯，给你们推荐一个软件，我只在今天给大家推荐，其他时候我都不会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哎呀，这件衣服好好看，看这件衣服还不错，就是太女了，太女了，不适合我。嗯，刚好看到，给大家推荐一个软件，就是平时要，如果你要在商场里买什么衣服，你可以先打开这个软件下下头，对，打开这个软件就可以让你下头，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软件它是一个服装品牌，然后呢，就是会拿来做促销的一个软件，然后就它是有官方品牌专门的授权证书在的，所以不用担心买到假货的问题。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很靠谱的。嗯，它里面有什么品牌呢？我刚刚给大家看的那叫什么？那叫什么来着？嗯，刚给大家看的那个叫啥呀？One more， 对，刚刚给大家看那个品牌叫 One more， 然后它这里还有很多品牌，比如说，Joya， 然后就是商场里面卖的很贵的那个牌子 ，Joya， 然后还有什么 Mango， 还有地素，还有 UGG， 还有那个 UR， 对，还有那个阿迪达斯什么在这上面有，也就是很正常了。还有那个 Guess 这个牌子也有，斯凯奇也有，然后。SPA 啊什么迪士尼拉夏贝尔什么的这种都有，就是蛮正常的，包括一些美妆品牌什么的。对，但这个就我觉得如果要买的话也可以对比一下它的价格，然后看哪个比较适合就买。那个是卓雅，不是卓雅卓雅，对，卓雅就是一些比较贵的一些女装品牌吧，我觉得它这上面都有，就是商场里面有的，所以我在商场里看到那些牌子的价格，我心里就会有一个数，我就知道这些牌子它就是现在给你卖这个价格，但是我就大概算一下，觉得他们可能不是很值这个价格，所以就不会去买。嗯，就基本上市面上的品牌它都会有吧，然后每次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个那叫什么品牌授权证书给你。看，比如说这种营业执照，它可以给你看授权证书、营业执照。对，然后这个软件叫爱库存，对，我只给大家推荐一次。叫爱库存，算是一个那种朋友圈微商的软件嘛，就如果你有看到很多人，就是有的人他就是带货，他就是经常哎今天卖这个明天卖那个，就经常发这些优惠，那他就是十有八九就用的是这个软件，因为他每天的商品都会更新不同嘛，如果我觉得一个人经常发这种乱七八糟不同牌子的优惠信息，那他肯定是用的是这个软件。嗯，真的吗？有人就是这个。那一般卖给大家的，一般就是会给提高价格，会提高15块钱左右吧。卖百丽，嗯，对。就是百丽算是这上面比较常见的牌子，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 UT 这牌子它也会有 IT 的也有，但它不会有，就不会标明那个牌子，它会说好货清仓，然后你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它牌子，应该是这样子，
对，但是目前为止我比较喜欢的那个玛丽艾莉这牌子在这上面还没有出现过，所以还有包括那个 INS 这个牌子也在这上面没有出现过。H chocolate 这个好像也不错，我记得我好像有记录过，有吗？ IT 也不错，但 IT 也算是快时尚品牌吧。像什么一些，如果是男粉丝的话，这上面也会有，卡地乐鳄鱼，还有什么呀？这个是我爸很喜欢一个鞋子的牌子，还有什么呀？看看，什么 polo 华尔斯丹，感觉这两天好像都牌子都结束了，还有 LEE， 还有 Roman， 还有耐特是个什么牌子，救命。对，对，我吃的是小林煎饼，问了好多次，我回答好多次了，姐。好，大家早点休息，我也要早点睡觉。我今天感觉就是今天下午快傍晚的时候，感觉整个人就很不舒服，喉咙很难受，然后就想睡一会儿，结果灯开了，灯一直开着就没睡着。早点睡觉吧，晚安。晚安。还在忙吗？辛苦了。我明天一定多多的在口袋说话，发誓明天要加油早起，然后要多跟你们说说话，然后对，你们要理我哟，你们不理我，我可能就自闭了。国王排名我有看到有推荐，他画风我喜欢，不是他画风有点不是特别精致，他好看吗？是讲什么的呀？好像是听说是很感人的那种，我比较喜欢那种美少女画风。就美少女画风大概就是像这个样子，这种美少女画风就会很喜欢。哭了吗？那隔壁姐姐有没有哄你？有没有说那姐姐抱抱？有没有说不不不抱抱，抱抱你，不要哭。那看到首页有个视频叫什么？兔子改不了吃屎。办公室里，我今天你们有人玩哈利波特吗？没有我就不说了。当当当当当当当，看来是没有了。大家晚安，早点休息。谢谢鸡翅的巧克力。
晚安，好梦。